各位来宾，现在电梯还处于154米的山体部分，天梯运行总高度为326米，以每秒5米的速度匀速运行，一次单程我们仅需1分28秒。每秒五米，这个比下井的速度还快，我看到。哎呦，对，那真是开特早的，啥没有，开一个开山就开了。没露天，完全到地了。来了，你看下面，看下面。嗯，哎，看这自拍神器好用吗？非常有效果啊！啊，这我跟你说，这各种角度、各种高度、各种长度，看，是不是？什么？跟那什么？前五百网。加长，还可以长。哇塞，太美了！哎，我的妈呀，吓死人了！这掉了。吓死我了！咱们这有保险。我跟你说，过眼吗？过眼吗？嘴哥是不？没有，我根本没看，光顾拍照去了。哎呀！